针对着高雄起爆事件，提悬外界对石化产业台塑地下工厂的关注力。对此，台塑企业家己厂区今仔日上午表示，石化相关原料拢为云林卖了，也则是高雄经由运输车载运到家己。而台埔厂甲新港中油厂也无台塑互通的工厂。台塑家己厂强调，台塑伫厂区内工厂嘛定期巡检，强调安全措施无问题。高雄发展石化工业数十年，因为八月一号发生着大规模的气爆事件，死伤人数超过300人。这其中的关键是地下台塑着运输丙烯的管线来外泄，这也让嘉义地方关注着地下管线台塑的状况。其中位在太保和新港的台塑企业强调，厂区外面并无台塑运输原料的管线，而且两个厂区也无管线来相连，都没有地下管线。我的原料，阮是拢用竹啊，用迄个是喏，用迄车运来安尼啦，嘿啦。对云林遐来对无吼？对，有诶为云林遐来问着，嘿，啊有诶为贵阳来。台塑企业家己地区的经理赖佑成强调，家己厂区的产品拢算是加工品，原料拢是对云林卖了，也是高雄先提炼之后，才运输到家己厂加工。强调所使用原料拢是无容易得火，亲像是苯乙烯和 PVC 粉。关键不是输啊，伊啦，我们所用的原料都是那个哦，不是易燃的啦，哦，那是讲我用的是你 PVC。PVC 粉啊，还是讲苯乙烯啦吼，而且一件是喏，这个燃点拢是490度以上的啦。赖佑成也强调，台塑在厂区内的管线也定期巡检，强调安全措施是无虑。郑新科杨红，新港泰报采访报道。